哈喽，大家好，我是先生怪你的人形故事机。相信啊，有这么一种电影，就反映美国西部大开发的那种啊，这种电影可能大家都看，我们《荒野大镖客》就是其中之一嘛，对吧？这种电影里头少不了这种一个人叫牛仔的他们的形象。这帮人呢，脚踏马靴，下穿牛仔裤，身上是那特潇洒的风衣，头上呢还有一顶这牛仔帽，骑着马，挎着枪，哎，就来到这小镇了。进了酒吧，酒喝多了，好，一言不合拔枪就决斗。在咱这个传统认知里头啊，这西部牛仔就是这么潇洒。其实呢，这种牛仔的形象跟咱这个历史上真实的牛仔啊，还有点区别。这牛仔啊，这历史特好玩啊，今儿咱就来聊聊他们的故事。牛仔呢，英文是 cowboy，最早啊其实是个西班牙语，名如其义，就是养牛的人，就是一个职业。后来呢，随着这个欧洲人大量移民到美洲啊，这个词儿有了新的含义。18世纪的时候呢，北美野牛特别多，好多呢移民过去的人啊，就从事这个养牛的行业。到这会儿啊，这牛仔啊跟放牛娃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了这18世纪中后期，随着这北美殖民地还有这英国矛盾啊越来越尖锐，殖民地啊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牛仔呢这个词儿也有了变化。那时候呢，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呢是要求这殖民地独立，还一种呢是比较温和啊，觉得应该奉这个英国为正朔，咱踏踏实实当英国人。后一种人呢被称为保王党，两派之间呢那就相互诋毁呗，对吧？全是这一套啊。这个独立派的人呢就给这个保王党啊起了一个蔑称，就是说他们是牛仔，意思呢是这帮人啊天天偷牛，把这个北美大陆弄得乌烟瘴气的。我一直有这么一感觉啊，这那美国人啊脸皮比较厚，要不然呢他们后来不会把那个 Yankee Doodle 就是那个傻叉美国佬这首歌当自己的军歌。这保王党一看，嘿，行，那你诋毁我是不是？得嘞，那我就真偷牛送给英国人。保王党的领袖啊叫克劳迪斯·史密斯，他呢就亲自的上手就偷牛去了，完事儿呢悄悄送上英国船拉英国去。后来呢，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专门破坏这大陆军的后勤。直到后来，这纽约州州长啊，不得不悬赏当时1200美元抓捕这史密斯，活的死的都行。这1200美元在当时的美国可以买下整座城市的土地。也是因为这史密斯，从这会儿开始呢，这牛仔就彻底成了一个贬义词了。这一般人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要脸呀，对吧？说这种脏话哪行啊？街上打架呢，真是恨疯了啊！就是双方已经骂街恨疯了，就是你这人就是个牛仔，那绝对双方那就肯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就那就是纯粹的敌我矛盾了，对吧？就跟现在咱街上骂街，你这人怎么那么赛艇队长啊？就这么个意思。至于放牛人这个词儿呢，这美国人啊还专门造了一个新词儿来形容啊，可见那段时间这 cowboy 牛仔这词儿有多恶毒。到了这19世纪中叶，这牛仔这个词儿呢终于又被大众提起了。那会儿的美国呀正在进行南北战争啊，社会特别动荡，到处都是什么逃兵啊、罪犯啊什么的。其中呢很多人就投身到放牛这个职业，为什么呀？这工作容易啊，对智商要求不高啊，马骑得好那就解决一半了。再加上呢，当时很多牧场啊都被这印第安人骚扰，牧场主呢也希望，哎，有这么一帮你指挥动拳头就行了啊，可别给我用脑子。那这帮人来帮着这个放牛，让这帮人放牛啊，是这印第安人是不敢来了，那这个牧场周围的老百姓那也遭了殃了。牛仔这个职业啊是高危职业，随时要跟印第安人动手干仗啊，对吧？那工资都是日结的，而且呢工资不低，一天至少是1美元。那有一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都听过吧，他的第一份工作啊同一时期年薪是300美元，还没牛仔高呢。洛克菲勒当年可是用这300美元养活一家五口啊，这帮牛仔刀口舔血，手里有钱，好，那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挥霍呗，对吧？谁知道明天看不见太阳啊，那酒吧啊妓院啊肆意妄为，以至于啊在那段时间什么牛仔又杀人啦，牛仔又被杀啦，这种消息一出那都不叫新闻了。之前咱说过一期赏金猎人，还记得吧？那段时间赏金猎人的工作重点其实就是抓这帮犯了罪的牛仔。这群牛仔里头啊有一个佼佼者咱不得不提，就是美国大名鼎鼎的连环杀人犯比利小子。这哥们儿啊是一个爱尔兰后裔，他妈呢当年是从这爱尔兰大饥荒逃到美国去的啊。生下比利小子之后呢，这一家人就颠沛流离呗，对吧？比利小子14岁的时候呢，他妈就死于肺结核。这呀，就这本来这个生活就困难嘛，一下就雪上加霜了。之后呢，这比利小子呀就结识了一个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放牛的
牧场主，并且呢，在他的帮助下当上了这个牛仔。那您琢磨，这比利小子是吧？从小缺钙，长大缺爱，那就心狠手辣呀。年纪轻轻就犯下了很多条命案。1877年那会儿他刚18岁啊，有一次他外出采办，跟这小镇上的一个这个铁匠发生冲突了，比利小子掏枪就把铁匠杀了。其实这会儿这比利小子已经身背好几条人命了，后来才查出来。不过呢，他这雇主特别喜欢比利小子，用这雇主的话说，哎，这孩子好，实诚。为什么呀？从来不偷这个牧场的东西。是他不偷东西，他杀人啊。到后来这比利小子杀人太多了，这牧场主也保不住他了，眼看着在这牧场啊待不下去了，比利小子就跑到了新墨西哥州。到了这个新墨西哥州之后呢，这比利小子就不干牛仔了，从这个牛仔变成偷牛的了啊，敌对关系。但是呢，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有一次抢劫大户行动失败，这比利小子呀被迫逃亡，到了这个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叫林肯郡，干起了这个牛仔老本行，同时呢也惹了一个塌天大祸。当时的林肯郡啊，帮派林立，各个行当啊都有各大派系瓜分，利益的驱使下呢，这个各大派系之间这冲突就不断。有一天，这比利小子还有他那几个兄弟啊，就负责赶几匹马回牧场，半道上呢就看见敌对帮派的那人啊落单了。比利小子二话不说掏枪，操，就把那人给杀了，抢了他的马。那你这敌对帮派的人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场大冲突，就把这个林肯郡啊搅的这个是天翻地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头啊，几股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20多名帮派成员死于枪战，房子那是烧了十几栋啊，还有很多那个老百姓很无辜的人啊就在这冲突中丧命了。比利小子这人啊，那倒是一战成名，射杀了对面帮派好多人啊，这可能有一半人以上都是他杀的，在整个这林肯郡啊那就臭名远扬，声名大噪了。名声大了之后啊，不一定是好事儿，尤其是这帮罪犯，林肯郡被搞成这样，那政府肯定不能忍啊。新墨西哥州的州长就公开宣布，就算是有一天咱赦免了所有人，这比利小子咱可不能饶，活的死的都行。这比利小子饶是他能耐再大，命再大，那也夹不住这黑白两道都想要的命啊。于是呢，在这22岁那年，比利小子就在追捕中被击毙了。这哥们儿啊，咱说实话是个传奇。前几年呢，他有一张老照片拍卖，据说是一个什么小男孩从一个废旧市场花13美元买来的，结果呢一拍卖500万美元。他的故事呢也被改编成不少这个艺术作品。我觉得最逗的是什么呢？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觉得他是个英雄。其实呢，包括比利小子，包括牛仔被人认为是英雄，跟这些后来的影视作品的刻画关系特别大。到了这个19世纪80年代，就是比利小子刚刚被处决、刚刚死了的那个年代，随着这个印第安人的问题啊基本被解决，还有这个政府的管控能力提升，牛仔这个职业其实已经很少见了。这个时期呢，美国政府为了曾经他们对这个印第安人下手啊，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把这个牛仔这个职业啊正义化了。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种有意无意的授意下吧，咱就说有一种舞台剧就在美国特别流行，这种舞台剧的主角就是牛仔，演出内容呢就是他们这帮牛仔啊怎么团结起来仗义疏财，然后对抗这印第安土著啊，怎么这个又处理这个沙，就是咱们所谓沙滩官嘛，对吧，跟这官员决斗保卫一方平安啊，这些故事其实都是编的，对吧，但是这场面热闹啊，大众欢迎啊，就跟这个京剧里的大武生戏得从这桌子上的一个跟头咔下来，这边邦当躺一僵尸，这爱看，对吧，真是那唱念作打，那唱念没人爱看，对吧。这种舞台剧在美国也一样，叫什么呀，叫狂野西部秀。在电影出现之前吧，这种秀啊特别吸引老百姓。在这些故事里头，刚才咱也说了，这牛仔那就被编呗，对吧，那就是义薄云天，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对吧，侠肝义胆，就是这种形象。就让人忘了啊，他们刚刚前几年10多年前啊，这牛仔还是一帮心狠手辣的杀人犯呢。牛仔这个词儿呢也就不像是原来是那么一个贬义了，反而成为这个美国西部开发开拓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那最早被称为美国精神嘛，对吧，这牛仔就居然一步之间啊就通过这种舞台剧成为这个美国精神的象征了。后来呢，这种秀啊，这种舞台剧啊，还走出国门，在欧洲都特受欢迎。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些什么女王啊、贵族啊、法国那帮人都特爱看。在英国演出的时候呢，这帮演职人员先搞一个游行，哎，咱们不是一上来就
就坐剧场里看啊，就先游行。这演员穿上这牛仔的衣服特别帅啊，骑着那高头大马，本来这个欧洲马就高，对吧？骑着那高头大马，美国人个儿也高，好，那小伙子长得也帅，穿得也精神，在这城里头一转，就因为这种舞台剧啊，就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牛仔的认知，还把这种美国文化中的牛仔形象啊带到了这个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尤其是一部电影，刚才咱开头说的那个《荒野大镖客》，这电影出现之后，那彻底奠定了咱们现在对牛仔的认识，爱冒险。对吧，喜欢探索，一言不合就拔枪，仗义疏财，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爽朗的，非常好自由的那么一个形象。牛仔这种精神呢，就被美国人认为，哎，这是我们国家精神。但其实呢，咱说实话啊，回归真实历史，这牛仔啊就没有这个什么特别多的探索啊，自由啊这种说法。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呀，生活所迫，被那时代给裹挟了，为了生存，对吧？就像当年那有一个大法官，他当时啊就评价这比利小子说的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比利小子呀，他所犯的每一项罪，那都是生活所迫，对吧？不是因为他贪欲什么。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那个时期牛仔最好的评价了。行了，关于这美国西部牛仔啊，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我是姜仁慧，你的人形故事机。